各位好啊，我们现在这堂呢，我们在开始正式的去，来研究怎么画荷花。荷花是我们中国人，就是最喜欢两样，一个呢就是牡丹，一个就是荷花，这两个是真正最主要的。那么所有画花几乎你要比它好坏，除了第一个走势君子，第二个在花卉，就是荷花和牡丹了啊。那么，既然在荷花里，我们是研究这个，得先做墨色的啊，用墨色来表达荷花啊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顺便就是有个群众里面问说啊，我们学画，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学啊？这一点呢，我有点心得，跟各位分享一下啊。我在小学的时候呢，我们那时候很流行养那个蚕啊，就是这个蚕宝宝啊，我们宅桑叶啊，然后把它喂它。那我在蚕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发现我蚕宝宝后来要结茧了啊，它要不吃了，它开始绕结茧。我看它一直哈，每天就在那边绕绕丝啊，日夜不停的在绕啊，最后它在茧里面去了啊，然后茧里面它有突破，那这里面呢产生两个东西，也就是李可染说的，我们要用最大的力气打进传统，那这就是作茧啊。他就他，你看他一直绕一直绕，就代表你要一直做学问，永远不断的做。做完以后，有一天你要抽丝的时候，就跟你聊天，你写文章，发觉你这个人呢，用之不尽，取之不断，博学之士，这学富五车这样的时候。那就是说，你日夜的去学习，有一天抽你的丝，你看那么长的丝，几公里的丝，没有断，没有断过啊！这个正是刚给我体验到，就是说人生学习的时候要不怕困难，持续有恒心的学习，然后破茧的时候就把那么大的成就，它再咬破了，出来以后它会飞了。那么这也是我们艺术创作，我们在，也就是李可染说的，我们就会用最大的勇气打出传统，不是力气了，是勇气。勇气是什么？我要破坏，大破坏，大解散，我才会蜕变。啊，这就是说，尤其对艺术，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努力学习，但学习到像我现在阶段，我现在每天非常忙，我不是在传统里面去转。我一直去每天分秒必争的去创新我自己的风格啊，那就是要把我前面很多东西都丢掉哦，说不定用新的东西出来哦，啊，这是人生学习啊学画阶段啊，这是朋友问了我作画的心态啊，在这一点上面呢，跟各位来提供分享啊，我们要学蚕宝宝的精神。但是又要学能够破茧而出的精神，啊，好，今天我们开始，哇，我讲的话，我这里有大勾一个图，几乎哈，这图看起来也很简单，也就是这么叶子、花、莲蓬，那么我们就从这边当你这几个翻着变化会了，再加上装上去，你怎么拼凑图，就可以拼凑出无穷尽的一个构图出来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画一个最简单啊，在就是这个西万这一个正面的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baby 的，再画一个这个就翻就这样子啊，翻折的啊，这个两面夹的啊，我们把它先凑，以后我们陆续把这些东都拼起来，变成不同的构图啊，好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拿一个比较大的人笔，那最好这个笔呢，不要是羊毫，最好是绢毫，因为羊毫呢，它的优点吃水多，需要，但是呢，它的缺点呢就很软，我们初学者呢会很软，使不定劲，所以这种绢毫大的绢毫最适合啊，来，画的叶片啊，含水量也多，同时也有点韧性啊，就这样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是把水打进来，然后墨先打中墨，晕开，晕晕晕晕打啊打，
有同学在这边特别去问到啊，大声的，就说每次他都这样子，然后弄完以后他就这样子画了。这画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他这样画，他每次他画完以后画呢，没有最黑的，都是中等的，不够黑，当你会变淡的，看见很黑，是很黑，等画完以后就淡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这边特别跟这位同学讲，你当你打完了以后，当我再要落笔了，要准备画的时候，不要打，蘸完不打，开始画，因为有浅、中、最深，最深不要打，再一打，它又退掉了，最深的不在了，所以就弄完以后再。不打了，不打了啊！注意到，他就是这样功夫。好，那我们上次在学的，就从开始就说怎么样去把它画好呢？其实它就是当初讲芭蕉叶，芭蕉叶是一条长长的。现在我们把芭蕉叶的头段拿回来做一样的，再做啊，这样子。你看这个圆，我们要在这边种。这边轻，这边是实，这边是虚，我们要从这边绕回去，从这边绕回去，这样子。好，你看，心里面呢，先要有一个新的底在里边。好，开始，这边我们要种回去，回到心这里一，好，再来二三，都回它。四，回去啊，要回去。五，你看对了这里啊，啊，如果你要回来，可以从这里呢回去。喂，一、二、三。本来可以四五六，要跳着的哈，不要这样画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本来可以五六七八，但是我先走这边了，我先给他交代以后，走这边了，因为我的墨开始逐渐的递减，我就走这边，走这边递减，完以后，你看我走，现在它开始淡了，淡了，淡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的笔头是重的，不要往那边打，你的笔头呢，笔肚子呢，重的尽量朝这边。肚子呢，朝那边去，朝那边去啊！你看，对着心，它弧度都从这个心出来啊。那边呢，这样下去后，对面开始浅了。如果说你把深的对过去了，哎呦，那边重了啊。那我觉得，哎，我的笔尖从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渐次。好，这时候我要从这边拉回来了。拉回来的时候，我现在这个笔不可以去对付它，因为这里浅了，我再对付它不够了。这时候要略微的回去，要舔回一点墨，去回应他，去回应他了，啊，去跟他接近了，回，逐渐，像这是还能呢，这是用肚子，总之要 A B C。ABC，ABC，这样子让产生这么一个，产生这么一个圆状啊，圆状这样出来啊，那初学我们就走远一点，然后慢慢的我们学到熟练的时候走扁，然后呢再走凹凸变化啊，这里面你看再求变化。先会走一个圆，再从圆就开始做变化啊。我们这次画圆，下次我画不会到那么圆去了，因为我就会去给它走变化。那么这一个劲要对着它，不管你从哪里走，构图上你都要去冲到那个劲的地方去走啊。这里好，过一会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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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着它啊，要走。好，
我们再来，走。我们这每一笔每一定要有龙蛋啊，一定要有龙蛋在里面啊，龙蛋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画一个这样一个图，就是两边翻起来，这两边蛋中间深，我们可以先画浅再补深，那我们可以先画深再补浅啊，都可以。好，那你看。那比较难一点是先画深后补浅啊，那么它都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告诉你怎么画啊，先这么画。我们在用这个时候笔的时候，我们笔头是比较重的，那里面是深，所以要深对浅再对深，所以说我们的深要放到外缘去，我们的稍微深是外缘去啊。然后呢，你看这里有个花心啊，这里有个叶心在里面哈、啊，然后再来把里面的对上去啊，回。进去，回，进去，从里面，好，那最主要，我那边空可以，但是我要靠这两个叶片要接近的时候，我拉一下。帮他拉一下，帮他带一下，让这里深跟这里深呢，能够跟这个拉开带一下啊，这样注意到啊，这个我下次会画，先画里面啊，再画外面啊，我们可以交替，你看先画浅，再画深，是笔法这样子，拉开，注意到啊，他的方法。对准心，回来。好，这是叶片，那我们完了以后呢，勾筋啊，对准心，不要从头勾，从中间走，因为待会我们要画它一个分叉，都朝中心走啊，都朝。那上面呢，是搭回来的，要打一把扇子一样出去。啊，注意这个地方，这里呢通归到这里，从这边向上去，回去，从底盘翻上来。这里熏。这里拉，龙的勾龙筋，蛋的勾蛋筋，它很多黑看不到，但是你要照画，它拉了浅的地方会显出来的。好，完以后，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一次呢，
我们用双钩法，我们用双钩的方法来画，来画这个花啊，双钩法。双钩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初学者可以用比较小狼毫啊，或者小一点的笔来画啊。像我们比如画久一点是没有拿大笔，再大笔画也没关系啊。墨不要重啊，淡墨啊，挤干一点。挤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了，不要光这样挤是没有用的，要笔肚子下去，这样水才会刮得出来，水才会刮得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花放上，放到上面去啊。你看，怎么画？一，钉头，钉子头，老鼠尾巴，钉头，鼠尾啊，方法。重到轻，轻到重，压啊，都有一个大头，一个小尾啊，大头小尾这样一个方式来表现。那这个中心呢，就有一个莲蓬放进去。那么它的花蕊呢，我们墨色就用重墨啊，用重墨。那点的时候呢，大头在外啊。然后呢，一个手赏两个啊，也可以反过来，好像我们叫鹿角子一样，头大头就哎，这样细拉过来，啊，这边也有，啊，它是围绕在这个莲蓬的周围产生的，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茂盛的啊，非常茂盛，在里面。我讲的啊，点这个注意一下哈，你不要看光点这个上面的小刺，如果说你今天点不好，会非使这一根杆子非常非常难看，啊，那点得好会增加它的气氛。注意到它有个要诀，这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点它的那种 S 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点 S 左边完以后六遍。右边左边完了后回去看到哪边空再点一下，这样的时候呢乱中有序，它会交错，但是不要横点啊，你要直点，你要走直的，因为它的点点是重的啊，各位看啊，不要走横点，不要横点，向下重点法啊，这样的方式来画啊，注意到。有的会点外面一点，因为它有时候在侧边可以看到它的点法啊，注意到。好，来
这个就是属于双钩法，就是墨色双钩法。我们先点淡，淡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再因为头为实，下面为虚，所以说这时候完以后，我们要画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把头上去加强，这边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，重，再做第二次的补笔，这个它就会跳起来了哈，这个它就会比较显的哈，因为我们西洋画头上是受光最淡，但是中国画头为是实，反而落墨最重，啊，这个是中西画不一样的地方，中西画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然后我们加几根草，啊。画草的时候慢一点，不要急。随便一根草，我们的走法也要很中锋有力的去画它啊，不要因为看它是一根草，我们就随便飘一笔啊，那这个就全篇就报废了啊。那这样子，如果说你要觉得感觉它在水里面，我刚才讲过，随便你只要用淡墨啊，一两个浮萍点下去，它就可以表达水里面的感觉了啊，你看啊。那么里面我们要如果在这样的其实在竖的它是已经可以完成了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稍微修饰它一点，那只要给它打点阴影，那什么比如说像中间一片跟一片之间，我们只要用点黄绿啊，黄绿很少的点，也可以用整个用墨色也是有它的趣味啊，也可以用墨色，那么淡淡的表现完了，把笔压扁，我们将来画任何的白花方式都差不多啊，方式都差不多啊。压扁，编个小刷子，然后呢，这一片从中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从中间开始第一笔，中间、左边、右边，中间、左边、右边，啊，中间、左边、右边，中间、左边、右边，打散出去，啊。这时候呢，就把前面一片
推开了，它立体就出来了。那这是背，里面的比较重，这个背只要在下面，不要太多，背的不要太多啊，背的不要太多，我只要跟这个跟这间隔，这跟这个间隔，那这是正面的，比较强一点，啊，背的呢，它只是弯起来一个阴暗面出来啊，这打第一次，第二次。再比它稍微深一点点，稍微深一点点，啊，再深一点点，不要打那边去了，它的前半，就是前半段，前半段，这里，前半段，因为它有水，哎，帮助它一下，它的层次就又多一层啊，又多一层。因为它水会晕开，所以一段两段，一段两段，每个都是就里面深一点，外面浅一点，啊，就它就可以这立体就出来了啊。那么你要去分别这个谁，中间可以。我想要把里面的莲蓬跟它分别，我是深一点或者我浅一点，我都可以来帮助它帮助它表达了啊。这样子呢，就是一个白花，白的荷花，那么。也有像张大千呢，常在画白花的时候，完了以后，他稍微想点缀一下，那也简单，可以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就雅一点，就我刚好鼻头有点红，你只要头上就这么点一下，他马上，你看他这个气氛就又变了啊！所以你一点点不要重啊。我们画荷花的时候，特别要走它的，画出它的雅致的感觉啊！你看这样子啊，来，好，这是我们现在画墨荷、墨叶、白荷，加点粉红又变浅红的一个。基本的画法啊，这叫小写意的画法啊。下次我有机会，我要荷花的种类非常非常多，历代也被所有画画，所以下次我想把大写意、小写意、工笔画各种画我都来跟各位做介绍啊。下次就这样做啊。今天我们素雅的荷花就是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